两只大大的英国国旗插在红砖上随风飘扬，三角形斜屋顶仿英式古堡建筑，户外造景庭园也有浓浓英国风。这可不是英国，而是坐落在宜兰田野间的一座英式小古堡。 沿着石阶步道走进屋内，优雅的水晶灯透着橘黄光，屋子里摆的都是贵气的仿真古董家具。要把整个英国它古堡的环境把它移植过来，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去找了很多东西，包括一些英国的古瓷啦、茶壶啦，它的皇家的瓷盘啊，然后配了一些水晶灯。 同样在宜兰的特色民宿，白灰泥墙和传统精致木雕结合，做成迎宾大门。开放式空间摆放木质桌椅，游泳池更是度假必备元素，打造巴厘岛风别墅。庭院里布满喜石子，还有用竹草编织成的发呆亭，充满南洋岛屿的热情。一来到这，就让人心情放松。房间主要就是希望说。 跟大自然融在一起。那我们房间它浴室里面一共有三个不同的景色可以观看。那你可以在这里一边泡澡，然后我们的天窗是可以开的。那你可以一边泡澡一边观星赏月。现在可以不用出国，不管是英式古堡风还是南洋巴厘岛，在台湾也可以享受到异国风。记者林依珊、蔡欣怡、宜兰采访报道。